嗯，就是他找你。你找我啊？ 你好，怎么是你？我叫徐秋妍，我从马来西亚来的。我之前去槟城找过你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是林志军，他告诉我的地址。他还活着？哦，不，他已经死了。地址。 是以前告诉我的，大姨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安娜，来客人了。您是陆安娜的母亲吧？啊，我是。那你是？我叫徐秋妍，我从马来西亚来的。从马来西亚来的？那你找安娜干嘛呀？ 我是林志军的妻子。多多，你回屋吧。那你跟林志军，你们俩是什么时候结婚的？我们结婚已经3年了。那你知道安娜跟林志军的关系吗？我知道，陆安娜是林志军在中国的爱人，我是他在马来西亚的妻子。我和林志军并没有离婚，所以。 他要和安娜再婚，在2个国家的法律上都是不允许的。可是林志军从来没跟我们提起过你。他不可能在你们面前提起我，因为我们婚后过得并不幸福，所以他才会来中国工作，然后就认识了陆安娜。当他试图跟我离婚的时候，我们又和好了，所以。 我知道他在中国有一个陆安娜，但他明确的向我表示过，他还爱着我。陆小姐，林志军说，你在一家通俗刊物做美术编辑。他说，你喜欢一觉醒来，就看到丁香花。 喜欢在午后的阳光喝咖啡，喜欢一边看着月亮，一边听蓝调音乐。我说的对吗？陆小姐，我知道，也许我的出现会使你非常的难堪。 但我只想告诉你事实的真相，请忘了林志军吧。那他现在还活着吗？他已经死了。安娜，安娜。 安娜，安娜，安娜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安娜，姐，姐，你怎么样？多多，扶姐回屋，走，姐。对不起，他不会有事儿吧？实在是不好意思。 他不会有事儿的，就算有什么，他也得受着。你多大了？25。25，那你跟林志军结婚已经3年了。你们俩结婚的时候，那你才22。你们结婚够早的。是的。大姨，他没事吧？他没事儿。 阿姨，您先照顾安娜吧，我先走了。行吧，那多多，你送一下。走吧。不好意思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走吧你。 请你转告你姐姐，让她忘了林志军吧。我姐真是瞎了眼了，居然还抱着他的照片举行婚礼。什么照片？什么婚礼啊？我姐知道林志军出事儿了，还坚持要举行婚礼。她是抱着林志军的照片举行的婚礼。什么？她是抱着林志军的照片举行的婚礼？是啊，早知道他是那样的人，我姐也不会举办什么婚礼。 我也不会送什么多子多福的礼物了。是你们要的车吗？是。秀月。 你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对不起，吵醒你了。秀妍？什么？你刚刚一直在说这2个字。是吗？我记得有一个女明星叫郑秀妍，你不会有个相好叫秀妍吧？你这小脑袋想什么呢？ 我刚才又梦到我在医院的事情。我看到一个病人突然昏厥，我叫护士拿嗅盐。嗅盐是一种药物，是用来唤醒突然昏厥的一些病人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我发现什么小秘密了呢。我就是这么神秘的人。你喜欢秘密？不喜欢，但是我很好奇。 快睡吧。哎呀，怎么啦？又做噩梦啦？妈，几点了？哎呦，你管几点干嘛？ 好好睡你的觉吧，啊！哦，你们公司啊，我已经请过假了。接个电话。啊，刘总，怎么了？哦，这样啊。行，我一会儿过去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再见。妈。 你有事儿，你先去忙吧。要不然这样，我把格雅叫过来陪你。不用，我不需要人陪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了。你先去忙吧，我想再睡一会儿。哎呀，行，那我走了。